恐怕有阿飘。有阿飘，有什么叫阿飘？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明哥。今天呢，正式的就是说，把帐篷啊搭在这个地方啊，带你们看一下这是什么地方啊？猪圈啊，养猪的，这边是养鸭的，然后这边呢是甘蔗啊。咦，甘蔗，我这里也带了有甘蔗啊，就在这里搭个帐篷，晚上的话就在这里，住了。现在呢，这个太阳还是比较大的，趁天亮的时候把这个帐篷给搭上啊，万一等下晚上的话是看不到的。这个帐篷是什么？借的小凤的啊，开始搭了吗？现在准备搭帐篷。放好啊！现在太阳比较大，给它帐篷有先晒电一的，下，有电的，这里不用怕，我有怕晚电。上看不到搭帐篷的时候。啊，这个帐篷这样一抖它就开了。搭在哪里呢？搭这里啊，搭在里面我后啦！面。搭在里面，搭在里面，搭在里面，这里哎，啊，哪有里老啊？鼠，有蛇的。猪栏里面啦，我姐都给你准备好了。那个不能住的，怎么不能住了？那个哪里能住？那是住什么的？你别忘了，我们去西藏住了什么地方？这里好多了，那个不能住的，有牛有猪屎的。有猪屎。我们在西藏的时候，还有牛屎嘞，牛屎我们都照样住了。牛屎是香的，猪屎是香的呀。猪屎是臭的。谁跟你说？那个猪屎是很臭的，牛屎吃草的。没有猪屎啦，我们都消毒干净了，就是有点树叶，你扫干净就可以啦。这里会有老鼠，有青蛙的，搭这个地方平一点嘛，里面更平，里面是铺好的啦。里面，哎呀，一股味呀、啊，这里没有味吗？外面还好吧，没有味吧，外面便宜点，里面要钱，这里不里用面钱那吗？我个姐说。外里面的话，他说要250块钱，这里呢？这里应该要个50块钱吧。叫你进去里面搭了，这里，这里要钱的，里面风吹不到，雨淋不到。等一下，这里半夜下雨了，这几天有雨的哦，哎呀，有雨的这里，都要放在里面，放进去。放这里这样子，哎呀，来，等一下掉到沟里面去啦。这样子放，这样子放就可以了，对，放里面，我都说啦。放到这个里面，是啊。这个里面都没有打扫，还一股那个猪屎味，哪里睡得着觉？怎么睡不着？又没有在这养猪，已经2年没有养猪啦。这里都有养过鸭的，那有那上个，面有鸭，这里也有鸭走过啊，到处有鸭走过。我还担心在这里能不能睡得着，那个鸭子嘎嘎嘎的叫。哎呀，搞到里面了，都说啦，这个有个沟，就放里面叫你，这里面全部都弄好了，多干净。你可以拿这个板啊，这个板铺一下，这是干嘛的？这个板给你铺了床垫。这个当啊，床垫啊？是啊，这个哪里当床垫？这个那么脏的，脏？难道你不会扫干净吗？可以了，这个。我感觉在外面更好一点，空气清新点。外面，里面又没有下雨。我跟你说，如果你在这外面被蛇咬了，被老鼠咬了，我们不负责的哦，这是野外哦。还有这个也搭上。这个往里面垫，拉链一拉，哪里有蛇进来？啊，就是叫你住里面喽，这个是防雨的嘛，防潮的。防潮垫，这个是。太贵了。贵什么？你不给他就可以啦。给他。他都说不要你的钱了，他都说不要你的钱了。他说了要了250。不是帮他剥干这叶，然后给你免费住吗？剥甘蔗叶免费住啊？那我不是亏了？我剥甘蔗叶2000多块呀、那你住多久？你住一个月，他就拿扣你250啊。你不住多的话，他就给你啊，一样的呀。你拿去那里垫吧，那就在搭里面。叫你搭你，万一我怕这个不结实。怎么可能？人家的那些阿姨啊说在那里住。哎，我还是搭这里吧。我还是搭这里，万一他
还是搭这里比较安全一点，万一它那个不结实不太好。那你搭吧，你搭吧。你吃不吃甘蔗？我不吃，我要去看一下我的鸭子。你自在的搭。啊。来点甘蔗吃一下，刚刚在这里搭好这个帐篷啊，口渴了，没有带水啊。先吃一下这个甘蔗，这个甘蔗还可以的。哎呀，去！哎，凤姐过来了。甜不甜？很甜嘞。我叫你帮我剥甘蔗叶，你现在吃上我的甘蔗啊？这个是我，这个不是你这个甘蔗。不是吗？我觉得颜色都一样啊。这个甘蔗比较粗的，你那个比较细的。你里面的也是大的呀，你是不是进里面砍的？不是啊。甜不甜？这个甘蔗好像有点硬了。就是了，我就说是我里面的品种，你又不信。我里面也有这种的。你看，这个太硬了，我牙齿都崩出血出来了。那你的牙齿不是很利哦。这个我吃过甘蔗都吃出血了。这个甘蔗好像跟你这个品种不一样吗？好像是不一样。我觉得一样啊，都硬啊。不是，这个是小凤给我的。剥甘蔗就好好剥，为什么偏要吃我甘蔗呢？现在甘蔗都不是很甜呐、啊，等到下个月才甜。不是不给你吃，是浪费，都不甜。甜，哎，我这里还有啊，哎呀，哎呦呦，这个给你给一条大的给你吃。这个好像，这个好像跟我看一下、那个，跟我那个不一样哦。对呀、啊，这个这么粗的，你那个你指头细的哪里行？这个一样，这个比较大一点哦。那个用，我用手掰开的。我的牙也不好啊，你让我吃这个。好吃吗？甜不甜？嗯。牙齿出血了还能吃？甜啊。这个很甜的。很甜啊。嗯。啊，吃完了，最后进去补甘蔗叶。我今天晚上就搭这里睡了。搭这里睡啊？嗯。你不敢吗？不睡里面。我怕里面有那个老鼠。没有的，这里还会有老鼠，你这里面睡吗？这里面睡。还有那个猪屎味啊。没有了。我们两年多三年没有养猪，怎么会有猪屎味？第一个有猪屎味，第二个那个上面，上次你那个鸭养了鸭的那个。这个哪里是养鸭的？上面那个才是，这个是上厅，这个是楼房平房。对啊，那个拉屎就拉在下面了。嗯、怎么可能？不是嘞，这里面就是。好像还有一股鱼腥味。哎呦，那个鱼腥味没有清洗干净，哪里？小凤清洗的，如果不干净，那你去找他，你跟他两个一起洗干净，扫干净。一股味住不了，只能住外面了。先搭外面，外面能便宜点吗？住里面太贵了。外面还要便宜啊？外面这个我得跟我老公。外面二十。我受不了，我要回去跟我老公说一下，我看一下他给多少。外面哦。哦，我要跟他说一下。那好。吃完了，好，不干净耶。嗯，那好，那好。里面扫干净，里面好一点。那好，那你那这个、不吃了，这个给你吧。去不干净耶。这个给你拿回去吃吧，我去把这个收拾一下，搭在这里来。有大猪在这陪你，不用怕。猪屎扫干净了没有？现在正在扫。那个帐篷那里还有。啊，大猪，你觉得在这里住有蚊子吗？有啊，蚊子是有真的那个，但是你去叫那个蚊香来点了它就。哦。有蚊香就可以了是吧？嗯。其他的没什么吧？有没有蛇？没有，大叔都说没有了。住这间好不好？大叔跟你住那间。哪里？这间好不好？哪里有东板放的板呢？啊？哪里放板呢？这放板。嗯。放板是什么？不懂哦。到底住哪里？就住这里吧。就住这里算了。对呀、啊。啊，大叔说这里有插头。那边有那个有电。有一个插头。啊。有一个插板。对呀、啊，那里有个插头，有个插板。大叔说。哦。插不插头都无所谓，我自己。来，他晚上叫我姐夫牵条线过来给你。对呀、啊。嗯。就住这里吧。对呀、啊，就住这里。对呀、啊。你把那个铺上。晚上没有什么蛇啊。什么过来？没有没有没有，那大叔都说没有了，住里面吧，就住这里啊。啊，
打扫卫生啊，你在看什么？看我姐的羊。你想骑羊啊？没有，哎、哦，有个黑羊，两个黑羊，三个黑羊，哎、四个黑羊。跟你说。说什么？哎呀，今天晚上跟你说。嗯。你也要住这里陪我一个晚上，不然我害怕。你怕什么？那隔壁就是有三个人在那里住，你怕什么？害怕呀。怕什么？恐怕有阿飘。有阿飘？有什么叫阿飘？阿飘啊，那空中飘来飘去的那种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这个山旮旮里，大晚上的谁知道有没有？比西藏好多了，大哥。西藏是没有的，这里的话就不懂。西藏还有狼嘞，这里还没有狼。西藏有狼，狼不怕，这围起来的不怕，关键是怕有阿飘。你今天晚上在这里先陪我那个一个晚上。我去看边看上那边那个阿叔在干嘛，你先打扫打扫。那今天晚上的话就先在这里睡了。小凤呢好像不愿意把他晚上也抓过来，先让他在这里体验一晚上。就在这里了。